不能怎样呢？就在大家都感到疑惑和担忧的时候呢，这项规定又出台了一个加强版。昨天广州公布了有关这项方案的一个细则，当中有一条，未在酒店旅馆办理住宿登记，只要来岁过夜就该办理居住登记。你看从三天还缩短到了一个晚上，果真是一个加强版哈。真的像网友吐槽的那样，广州要闭关锁岁了吗？我们看到新京报呢就注意到，首先所有来岁人员都要登记的说法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夸张。广州市来岁局的相关负责人就已经明确了，来旅游观光等呢是不需要登记的，这个是有明确界定的。那么这意味着这个规定仅指向的是来岁工作居住的流动人口。其次呢，在广州市政府官网发布的通告原文当中啊，也只是把登记呢称为是应当，并没有明确的一个追责表述。按照官方的说法呢，这项规定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管理好流动人口，比如说登记在册的一些流动人口。那么在广州呢，将会享有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保健服务、申领驾驶证、办理港澳通行证等等的公共服务。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登记也许就没有那么刺眼了。那么公众为啥都不领情呢？在京华时报看来啊，至少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就是麻烦，增加了临时来岁人员的成本。第二呢，就是管制让人产生了有一种被管制不受信任的感受，又不是来做贼，你用得着像坏人一样这样提防吗？第三就是逆潮流，广州我们知道素来是开放、平等、包容、务实等等品格自诩的，这个来岁登记啊，容易让人产生今夕是何年的一种不良的联想。那么这方面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有关专家前两天在接受央视新闻一加一节目采访的时候，他所提出的一个观点。现在拿过来在当下在用的话，我想它带来的弊绝对的是大于利，跟我们现在这种流动性的现实来比，差距简直是太大了，有天壤之别。严格按照这个办法或者条例来走的话，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如果都去登记的话，可能我们的警察的执法难以保障警力，我们的秩序也难以维持。另外呢，其实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据啊，根据统计呢，截至2013年的年底，广州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686.7万人。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广州准备对外来人口实施的登记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吗？三天内登记啊，这显然不现实，操作难度也很大。更重要的是，一个政策的出台啊，它究竟是要服务还是要管制？如何科学有效地制定流动人口政策，恐怕还是得动一番脑筋。就像《京华时报》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公共管理不是强调要以人为本吗？以人为本的公共管理就是要替人着想，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之下，多尊重被管理者的意见。作为来岁人员，如果到行政机关去登记，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比如说可以为孩子获得学位，他们自然会上门去登记，享受相关的公共服务。如果不需要这些，而只是短暂逗留，登记也无必要，那看来呢，是值得考量的。至少没有必要规定三日内这么短的。